我给您送点夜宵，这个是你煮的，当然是您的乖孙女叶修做的，都尝尝，多吃点。 这么强，叶修，我原以为你多喜欢谭太监，没想到你竟心怀鬼胎。谭太监，对不起了，你喝了这碗蒙汗药，只会睡上几个钟头，待我回来向你赔罪，要打要骂。 怎么还没睡？在等你啊。今日又练了什么？田粥，我这次好像没有搞砸，你可以尝尝。 你先吃，待我看完这几份底报，我就吃。我不饿，我先去躺一会儿，等你批完了记得趁热吃。好。 又在搞什么鬼机灵？常儿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我给您送点夜宵。这个是你煮的，这么孝顺的好事，怎么会是我做的呢？ 当然是您的乖孙女叶修做的。常儿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他叮嘱我一定要让您喝完，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心意。好，好。<笑>